不過最重要一樣嘢，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咁嘅念頭咧，唔好俾佢繼續發展落去。係呢個好重要。所以咧，而繼續發展落去，通常就係繼續諗，即係用腦去諗。所以我覺得最好嘅方法咧，就係你當你有一啲負面嘅情緒出現，或者係想發脾氣又好，你想自殺又好，任何情況停一停，即係話話俾自己聽，我依家停一停，然後停喺度做乜咧？唔係停喺度繼續諗。其實你喺度繼續諗咧，你更加諗得深添。係應該停一停之後咧，係去用心去覺察自己嘅呼吸，即係你靜停低，然後淨係感受一下呼吸啫。已經好大幫助了。即係呢個其實係禪修嘅一啲好皮毛、好皮毛嘅嘢。但係原來對一般人已經好大幫助了。